钱宝宝，今天我们又来赶海了，看一下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收获。这次我们真的是在船上，必然搞满一桶，不搞满绝对不回去。他自己说的，和我没有关系啊。哇，你看到没？没数字啊，我们就捡走了。我们这有数字的。那你把这里剩下都捡完吧。来，你关路走，把路走。快给看一下，海洋垃圾非常多，是我们得爱护环境的、啊。像这种东西，我就不捡了，太多捡不完。我有个人关，我没走。啊？哦，这里没开放啊。哦。哎，小朋友抓到什么了？啊，螃蟹。可不可以分我一只？他跑得很快。真的是气死了，兄弟！哇，太阳也太毒了，哇，晒的真的。我们刚刚在那拍赶海，就是掉头说，哇，那个内存卡满了，直接爆掉，还是我发现。我们就直接提桶来了，这里面全部都海鲜，满满一桶。我们说到做到，说提一桶就提一桶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巨大，哇，操，哇，有点凶的。这个我们已经找海鲜店加工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捕了啥哦。来个这个大生蚝，来之不易啊，要不一定要珍惜粮食。要不还坦白一下，要坦白的吗？我们这么真实的博主应该不能搞弄假。我们赶海佬绝不空军的。我们有拿到什么吗？啥也没拿到。那不空军啊？怎么能？我们在这里拿。对呀、怎么能算空军呢？这个搞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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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10块。生蚝哦，不用客气啊，随便吃，随便吃啊。啊，随便客气。哇，好肥哦。跟我比还逊色一点啊、带沙子的不行，没自己补的好、差点意思啊，独撑哦，试一下。都好可以，它口味很偏香菜。尝一下这小青龙吧，小青龙哦，蒜蓉粉丝蒸的。没有，而且说实话，这个肉质有点紧。麻辣小龙虾哦。它这还是挺入味的哦，吃的感觉不太像活虾，而且肉质有点柴，就像那种冻虾的感觉。我们买的时候它就是熟虾，不是自己挑的。哎，下一个松叶蟹，松叶蟹我之前拍视频吃过，哇，巨好吃啊！吃个腿，谢谢。吃个腿，你也是个人。看一下这个肉哦，这蟹肉真好吃。今天赶海体验怎么样？真是太开心了。我预计我们4个小时能赶完，确实我们赶完了，4个小时都在路上。就说是不是赶海吧？是，把我们赶出海滩，赶海，太棒了。说实话，下一次赶不到海鲜，没有3.0这个系列就完结，现在是2.0。这期说实话有点愧疚，大家不要给这视频点赞，那就当看个废物视频就好。有必要这样说吗？不要这样说，观众他是有反骨的，这样说他就给你点赞了。这样的？这样的？不需要反骨啊，他是认真的，他真的觉得不需要任何点赞。